从里一起扣打发，上方更服帖，散散到口中持久不脱落，一口水吹出泡沫上脸，洗得更干净啊。这一看就是技术与狠活，我闺蜜居然还发过让我去测评，不是你怎么咋了？那你为粉丝测评那么次，为我测评你怎么了？快点上！哎呀，好了，我当时测完直接贴贴实实发给你明白了。贴贴。对啊，它能实时拍摄照片和视频，配上文字或者涂鸦后啊，就能直接弹到你手机桌面上，你打开手机就能看见，而且还能在评论区和我互动呢。有这好东西你不早说，那我就走了。啊，你不是你？哎，得得，快做 B 粉底液起泡。不是，这真的能行吗？现在是一个原相机自然光下的一个状态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妆效。咱们姐看的还行。这个可以试一下，但是就是说一些早八的宝子们就是打没了吧。第二，散粉到口罩上定妆，让我们把散粉均匀的铺在口罩上，全程只加速不剪辑。哎，铁子们，铁子们，两个字，打没。第三。卸妆水吹出泡沫，卸妆，把卸妆水浸湿我们的化妆棉，然后吹泡。家人们，就是说不要搞些花里胡哨的，直接就这样卸，不香吗？总结总结，这三个奇葩方法，只有第一个打泡粉底液是有点用的，那其他两个吧，就是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我现在去跟我那个傻逼闺蜜汇报结果去。正好最近有贴贴丢脸活动啊，就用这个丢脸特效吧，然后分享到好友群，看他们拼完五官后会是啥样。我就不信你给我贴回来的脸更丑。我去，这谁的牛鼻子啊？哎，你洗痒了是吧？其实还行嘛，就不好看。太逗了，家人们，你们想让闺蜜去测这些奇葩化妆技巧的，记得贴贴贴给她哦。